因应 Bikertopia 2023骑士乌托邦摇滚道谢春春创生系列活动即将在10月27号开跑，富里乡公所和富里乡农会特别在乡公所办理了记者会，除了是邀请吉拉米代部落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也先行展示了各村休息站贩售的农特产品以及奉茶，除了是欢迎哈雷骑士们回家，也欢迎所有喜爱哈雷的朋友们一同来嗨翻富里乡。应应骑士乌托邦摇滚道谢村村创生系列活动即将在10月27号开跑，富里乡公所与富里乡农会在乡公所办理了记者会，除了邀请吉拉米代部落带来精彩开场表演之外，也先行展示各村休息站贩售的农特产品。这是我们把骑士乌托邦的协会的相关的一个颜色啊，把它标出我们的老菜粕，包装在一起，表示我们是常常久久。乡长也向与会来宾一一介绍富里乡的农特产品，包括椴木香菇、20年老菜粕、海丰笋干、鸡心椒、太阳萝卜干、生酿及甜酒酿等等，希望得以借由这一次活动将富里乡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结合了我们的13个村，我们建制了6个不同的打卡地点，我们有一个红杯，还有一个我们结合我们在地的农产品，都是我们的农村妇女手做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农产品，然后在这里透过我们的机车骑士呢，能够骑到我们这个6个打卡点的地方呢，能够来采买我们的地方的非常重要的也非常特别的我们农村妇女手做的这些农产品。这次活动可以欣赏到百辆特色哈雷骑去富里，并且抢先看到哈雷与伟士牌新型车款，以及购买各骑士精品以及布里乡在地农特产品。27号跟28号晚上还有精彩的晚会活动，公所及农会也欢迎对哈雷机车有兴趣的朋友来富里一同嗨翻布里乡。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